里呢？妈，小姐，不回好吃吗？哇！手机被搞坏了。妈妈，今天为什么洗手间少了有菜呀、啊？我想吃菜。今天妈妈太忙了，没有来及给宝宝炒菜。妈妈，你不是说不吃菜，这身体不好吗？那我们今天吃这个冻森活冻干果蔬脆吧。妈妈，我不喜欢吃这个。它在一块儿呀，还有51种膳食营养，76%的蔬菜汁含量，10种有机蔬菜。关键呀，它是奶香味的，吃起来非常好吃，而且不掉渣。